为什么你炸的小黄鱼总是不酥脆？今天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小黄鱼像我这样片开后，取出里面的内脏，放入姜丝、料酒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腌十分钟左右。这个小酥肉粉就是酥脆的关键。加入清水搅拌均匀，一勺食用油，葱花增香，将鱼均匀地裹上面糊，七成油温下锅炸，炸至金黄酥脆捞出来即可。